现在我要给小朋友上总复习课了，我们将从四个方面进行练习，是辨析字形和读音，让我们随着教棒逐一读完。啊安翁鹅恩翁一英英翁云约优威第二，读一读。杯子，柿子，靴子，包子。第三，我们用直呼法把21幅图下的音节读一遍。星星，大象，斑马，大熊猫，孔雀，老虎，鱼缸，电扇，第四，是汉语拼音里的声母表、韵母表和整体认读音节表。一，声母表里共有23个声母，请小朋友们按顺序读。波泼摸风的特呢了哥科喝鸡鸡西知吃诗日滋滋丝一乌。韵母表里共有24个韵母，请小朋友们按顺序读。啊哦整体认读音节表里共有16个整体认读音节，请小朋友们读一读。